大名？吴。吴，算是吴先生。对。但是看你好像心事重重，有什么代志？有什么心事哦？你讲出来，要紧，碰过喝你口，有代志苗可立负责。不代志。哎，不代志。啊，不代志哦。好家仔。啊，不然人家看这叮当啊。啊，你要点什么歌？雨伞情。雨伞情是厝咧做雨伞哟。我阿妈真介意黄雨林。哦，恁阿妈真介意黄雨林，所以特别要来点一首歌给阿妈听。哎，对。是是，啊，但是黄雨林无来。你安尼害因顶头因两个做歹做人诶！阿妈有见过黄义林无？伊有去高雄看伊诶感恩签唱会。哦，真正有去诶哦！哎，阿妈有要求黄义林安怎，我会使转达无？想要改阿秋，我要改阿秋尔哦。有压着无？有啊，有多好啊！啊，你要改上阿秋？贾子慧还是乔友？还是乔友？还是苗小姐？苗小姐，那个苗小姐。我就讲你就是无同款，你是看到真是八岁人。那你较歪啦，你是咧地化街哦，你是咧卖什么货？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会不一样了。我可以先问一下哈，为什么不会选我们两个？为什么不选他们两个？没关系，他们两个又年轻又美丽。你不要怕，你尽量敢讲，我和你靠。我因为之前伫台北来做工课，啊，迄个。在屋内做工课，苗可丽，啊苗可丽，不去遐泡温泉呀？嘿，你不跟什么人去？我不注意呢。温泉山庄，你我来泡的时阵，你到你边啊？无啦，要伊在对面耍望远镜诶。哦，真假你当中有拄着我就是啊。哎，哦这样我们就比较释怀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你免惊，已经嘛等来屏东开温泉旅馆。欢迎吴莹来跑啊！嘿，好，阿玲，有时间我再来跑。对。阿玲要有一面之缘呐，那 OK。对，有一面之缘。好，好，算了，请恁两位先来处理。我来请哈。你来处理哈。好，好，你们家爱听黄莹的歌嘛？那假使会歌声不赶快哦，来参考看嘛，来。来，谢谢。三好阿妈，三好。好，等我。